姐去哪儿要带你体验满满的乡村风，要欢迎今天的伙伴，来自美国南卡的贾斯汀。哎呦，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贾斯汀。你还记得哎？记得，是你的招牌动作。我们的默契，我跟你讲，哇，我听说有这个通告的时候，我超开心，我也超开心。今天很棒，因为我们今天要体验农村生活，这个要很有默契哦。农夫种田什么？拜托，我做这个长大哎。你不是只有打猎吗？哎，也是农夫的生活，打猎、种田。差不多了，我讲不下去。吃大餐好，反正我们今天要带你体验呢，在这边台中早期的农村生活，也许跟你小时候过的是不一样的生活。有可能，一定有一些相同的，也有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对，我们现在就去吧。去吧。小老婆跟老公啊？对，他睡同一个床铺。什么？我不知道啊。我没听过。等下等下，头路底尾挑剔，但是要翻来天年。三年无落雨，四年三无雨。我讲家吃龙婆，知名十八当人行，去散散散。哎，我们今天真的是穿越时空哎，我们要讲原始人的话。不够不够。带你来到这个太平区古农庄文物馆，文物馆很像是 museum 啊 museum， 对，但是这个 museum 展的是呢，以前我们是农业社会嘛， OK， 其实现在也是，但是有很多以前使用的农具，比如说锄头啊、犁田的东西啊，然后任何跟农作物或是农村生活有相关的，那像这个就是三合院。三合院哦，三合院它是这样，房子是一二三，像一二三么字形，哎，你不能讲么，就一个 U， 一个 U， 方的 U， 或是 U 或是 N， 像以前要做任何事情，做运动啊，然后或是要剥一些水果啊、谷物啊，大家都会在这边。今天呢，我要带你来逛逛里面，好，参观一下以前的农作物相关的周边器具，可以，走。我们的庄主，你好，你好，庄主，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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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看。我们觉得这边农庄呢超酷的，有好多以前的收藏，就都不曾看过，是听过老一辈人说，但今天是亲眼见到的这一次。然后跟我刚好发现后面这些，整圈这整排，都是以前好久以前的东西。然后这个很特别，这蓝色的花架是装花吗？它是媒人婆，媒人婆做的，有钱人媒人婆也跟在后头有一个花轿。什么是媒人婆？媒人婆就是那种种梅子的那种人，他叫媒人婆。哦，好，种梅子还可以做这个？不是啦，媒人婆就是新娘新郎的那种媒合的一个人，就是帮他们介绍，对，介绍人，对，这个就是，哇，原来有这个，这个我了解，但是我想请问，这个是谁做的？这个是神呐、啊，神哦，压神呐、啊，所以也会把一个柱子这样穿过去，对不对？在这个小洞。哎，对对对对对，然后一样就是这样扛。哎，对，大拜拜。Yeah. 那种神不随便出门。啊、oh, okay. 好像现在要妈祖。啊，妈祖。哎，妈祖要出门，一年才出来一次。哦、yeah. oh.。我们有在大甲。大甲妈祖绕境，真的。所以这个是信仰。Yeah. 是。这边就有很多虔诚、虔诚传统信仰，还有习俗。好的，那庄主，我们接下来继续看看其他地方好了。好。好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以前新娘的闺房啦。其实可以看得到有梳妆台啊、衣柜啊，然后这个床啊。然后各样的摆设，婴儿的 baby 用的，这应该没讲错的话，应该是婴儿用的。但是我现在来考考贾斯汀啊，这么多器具是用来装什么？这个感觉一定是洗东西的吧？感觉可以做这个小椅子，然后洗衣服。
这个如果不是装牛奶，那就是用尿尿。Yeah. 有说对吗？你看这个颜色，白色里面的白色，所以装牛奶。我们每天出牛奶铸造出来的尿尿尿。我们脱离不了这个话题。牛奶制造的尿尿都放这里。每天我们都是放在房间里面，比较方便啊。比较方便，对。还有这个你们也没有猜中，家庭主妇啊，她每天尿尿完毕，要洗重点。OK。哦。那个水。很可贵啊，不随便可以拿得到啊，这个水也是要清洁的，所以你尿尿完毕，可以，直接坐进去哦，坐在这里，哇，以前坐在这里啊，就是啊，我大概了解，我懂。像这个以前人的他们的屁股的 size 真的很小哎，对啊，不然怎么装得下？哦，生囝生产也要洗，都是用的。洗娃娃。哦 ，OK， 洗娃娃也会用。洗娃娃。那个尺寸 size 真的很小，所以这个就是外出箱。有钱人家会有，才可以拿到这个皮的，一般都是这个木头。皮的还比较贵。皮的。这个真的是装 baby 的吗？这个对，这个是装 baby 的。Yeah. 要哭的时候，妈妈一方面工作，怎么样都用脚，对，有。然后妈妈可以继续工作。那这是什么沙发吗？这个床内容很精彩，本来是夫妻床。但是再多一个新娘子进来，所以就是大老婆、小老婆跟老公啊。对，啊，睡同一个床铺。什么？我不知道啊。我没听过。你看一、二、三，对，是不是？三个榻榻米，对。那庄主这个是什么？可以开吗？这个是。枕头，枕头哦，这可以开。你看这个枕头为什么做的这么漂亮？这个，但是里面更漂亮。我枕头里面只有棉花哎，对，有没有？好夸张哎，就可以放你的秘密在里面，放私房钱，超不私房的、啊，大家都可以开。对，这个床铺还有这个嫁妆，将近200年。200年还可以那么坚固，保存得很完整。对，经过我收藏后，我都给它好的重新整理。Yeah， 真的很用心在维护。It was really special because, you know, when I was a kid, I'm also from the countryside, so there's also a lot of farming, culture where I'm from.And I remember when I was a kid, I went with my grandfather to a local museum. And the local museum, it also had a lot of these old farming equipment, tools, you know, from maybe 100, 150 years ago. And it's so informative. And I loved all the stuff that Zhuang Zhu has collected. It's really informative and it teaches us, how people were back in the day. So,等下等下，头路底尾挑剔，但是要翻来天年。三年无落好，四年三无过。下个家家龙婆。呆，请呆呆。小姐姐去哪儿？虎背妖孽，金甲矮帽当汉，大闹九关湖。小姐姐去哪儿？看到。红龙鱼啊，红牛多，七龙组，天出了七位老牛，不睡醒。留在前边一花之地，满下足球啊！
咱应该以和为贵。我是讲，要带恁一同来推销咱的行销台中市的旅游观光景点。啊，小姐姐，阿妹去哪儿？你请我来，台中好吃、好看又好玩，咱小招来去佚佗啦。哦。表演呢是我们在土牛的万善堂，然后在我旁边是老板 Andow 哎 ，Andow 哦，就 Andow 哎，还有帅哥贾斯汀好，哎呀，你好你好你好，我要 come to Taiwan， thank you very much， 台湾在地文化，布袋戏，感谢谢谢，咱来用台语来播布袋戏，足简单嘞，不用学三年四个月，三分钟变大师，三分钟，三分钟试试看，三分钟就可以学了。你一定可以的，五个角色而已，生旦净末丑。但是五个角色，你一个人控制几个？哎，对，这问到一个重点，观众也许也不知道，台湾的布袋戏，台湾的布袋戏几个人，我就所有角色，布袋戏很属于千里路途三五步，这十万八千里走三步就到了。对。哦，那百万雄兵六七人，所以你台上看到百万的兵马，就是那三四个戏友跑来跑去，那象征性的意义这样子。哇，这样听真的很复杂，我们直接去体验看。我们直接后台巡礼，我们来机关破解 ，Go！随着时代的演变，哈，酬神戏也慢慢的越来越少。过来，我们就是转型说，我们做客制化的表演。这个地方他要演说海洋生态。我们布袋戏可以吧？三太子罗家，他去东海的故事，我们就把它套用进来，然后延伸新的故事、新的剧情这样子，把传统布袋戏结合比较时事的、比较现代的概念，我们这几年嘛结合摇滚，用摇滚音乐或是跨界，像我们现在最新的一个是沉浸式的剧场，我们是有故事的，我们是用盘丝洞，用西游记哦，孙悟空。速度可以盘丝洞，然后演变出来的场景的变化，连地板都是场景，左右它整个环绕的都是。然后我们这出戏会做观光剧，那定目剧，以后就把这个带出国，做这里表演它呢。五个角色生旦净末丑，我跳的是丑。对对对。他呢？这是生里面的童生。哦，小 baby 的意思。对对对对，哦，小 baby 哦 ，boy boy， 我以为长得像金兰呢。什么？我哪有这样子？头发有点像哦。那我们这个要怎么拿？我们不能去把它打开，打开里面有一个洞，手指头、食指来把它放到这个洞。哦 ，OK。大拇哥放左边，这三根放右边，好，放进去。那那个布袋有一个小义工出来，哇跳跳，你在操作它的时候活灵活现，哇跳跳。啊，你可以袂叮当袂当，死跳跳。好，这是布袋戏的小义啊嘞，好，可以啊，口诀来了，来一。一根手指头，一，好，那你可以高一点，哎呀，一，来打开四根手指头，四，啊，对，你看那假设你那开始动起来了，好，来，再打开五根手指头，五根手指头，把它收回来 ，lucky seven，lucky seven， 好，那再把它收回来一根，阿内罗啊，很简单的嘛，哈，就是一四五七一这样就可以超演了。那走路呢？就走路，我们来看一下啊，小生，我们先学。哎，我们把它拿起来这样子走路。穿人家裙子，它有小脚哎。哎，来一步，来两步，用另外一只手控制。对对，用另外一只手去控制那脚，抬脚，画一个半脸进来，画一个半脸出去，然后你看它的头是这样子，看你的，你的眼睛看这里。好，再看看这里。它头就会左边、右边，对。你讲要学啊，不啊，其实我们很入门的，很简单。像我常常做一日教学，或是说校园教学的话，你希望让小朋友不要有挫折感，可以一天当中他就可以学到一个基本的窍门啊。但是如果你要学到真的是可以上到舞台的话，传统要三年四个月，我觉得是更多人来推广，让这个传统戏哦，不论是布袋戏、歌仔戏、北管、南管都好，随着时代不要被吞没了，也当够繁荣起来这样子。春眠不敢晓，你看嘛，这个声音，你看就是女神的声音了。可是我们贾斯汀来试试看。春眠不敢晓。很好，我们是啊。等一下，这是女生了哈。好，他就挂我电话。处处问啼鸟，处处问啼鸟。非常棒的声音，很疗愈，有没有哈？夜来风无声，
要来红无数。这女生漂不漂亮？要看最后一句。Okay. 哦，男男漂不漂亮，我们就听她声音就知道。最后一句要拉长。啊？华容的多少哦？花落知多少？好，啊、把尾音拉长，预备起。花落几多秀？没有男生受得了，你看。丑没事。丑，丑很简单哦。来，我很简单，我们这样子，像时钟钟摆一样，一、二。哦，喜欢。一、二，很简单。呆呆，请呆呆，呆呆，请呆呆。来，今天我们的主持人来到我们的生物钟这边。我来送布袋戏一尊给你们，好不好？哦，但是就是我讲完，你要跟着讲。好，可以哦，好，好。如果完成的话，就送布袋戏一尊。好，来，小丑讲话，来。哎嘿，来来来，听我唱，听我唱，讲个迄当时的李东时，最佳春仙女，白雪个酒旗，大家把手在一同欢唱一曲。等下等下，头路底尾挑剔，但是要翻的天年，三年无落雨，四年三无雨，来扫白秋果，海口做盐卤，一斗米斤斤起到三千块，囡仔又到未结咯，老伙又到下海，滴滴吼，查某人又到放了未人靠，我咧未人靠，预备去。海口家吃龙婆。呼呼呼呼呼！车子名十八当人行，去散散散散散什么？这尊布袋戏十年都没有送出去。台湾的鼠来宝，就好像你们在唱念 rap 一样。那我们一起讲说，小姐姐去哪儿？拍摄顺利一样。好啊。那用呆呆那个哦。好啊，这个好，这个好。這個、好呆呆，我来，呆呆，啊、你要一起啊，好来，小姐姐去哪儿？预备，我们三人小组一起出来。对。你讲，你讲，好，你讲，最后一句大家一起讲，预备，开始，呆呆，请呆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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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姐去哪儿 ？When you're watching, you see maybe like two or three people in the background, but when they're actually performing and stuff, the voice is usually just one or two people. So one person.He's controlling two puppets, and he might be doing two or three voices at the same time. So he's talking to himself. So he has not only memorized his script, but he's memorized, who am I? Am I a woman now? Am I a man? Am I a clown? Am I an old man? A warrior? He knows all of this, and he's like, he can switch on and off immediately. He's very professional. 我来继续看。好，来。可以吗？然后呢？哎，我们今天真的是穿越时空哎！我们要讲原始人的话。不可不可。比如说，我有玛姬，咖啡色、抹茶色，嗯，可以用这个吗？叫绿骨鬼。绿骨鬼。抹茶狗烂。我们在大理的竹仔坑，在这边呢，要带你体验农村生活。你之前有种田过吗？我种田长大的。你种田长大，你不是打猎长大的吗？两个都是啊。两个都是。走，期待。我们去看看。干嘛？这里会叫 Diga K 的原因是我们这边有一个特别的竹子，学名叫做八指兰竹，我们地方把它叫皇帝笋。那早期它也叫做砍头笋、抬头笋，因为竹子的关系，所以说这个地方叫做 Diga K。对，现在我们要种田体验啦， yeah. 我们请耶， yeah, 没错，我们现在请素玲姐来教我们，我们要种什么嘞？哎，我们今天要种的就是那个包心的 A 菜。像我们这边是比较山区，你们有没有发现边边都有一个高高的？对，它是有沟渠。对，然后所以我们要让它种在这个床里边，所以你比如说下雨下下来的时候，它就会流下去。对，它的水就会流在这个地方，然后浇水的时候水会蓄住。那我们现在第一个要怎么种下去？我们要。挖一个洞，挖一个洞，大概多深？一个拳头吗？哎，差不多。等一下，这一边一个，对不对？对。然后这个距离差不多，我们的手张开，张开，然后差不多这一个位置再挖一个洞。哦，再挖一个洞。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它
你看它现在这么小颗，对不对？对、嗯。改天它会长大。很大，对。然后这一边的叶子伸过来，这边的叶子也要伸过来。啊、所以会打架。会打架、yeah. 对，有空间。OK， 那我们现在啊，就这样子把它放着。注意一件事哦，我们叶子要不能压到叶子。嘿，不能压到叶子，不然的话它会烂掉。然后弄好之后，你看哦，要用这两个两只手的手指头，从这个地方稍微压一下。压这个动作的，它才不会长大之后歪掉。嘿，对，然后也不会说我们浇水的时候啊，然后它就被我们浇坏了。哦、yeah. ，嗯，可以可以。有没有？可以可以。然后放进去。对。放进去完之后，嗯、要确定叶子不要被压到。压到，然后慢慢把它补起来。哇，我好喜欢这样这个感觉。你们回到小时候。对啊。而且这个土是刚好不是很像泥巴的那种，不是很湿，又有点湿又不会太湿。哎、欸，你真的是有经验呢！你看它是多漂亮哎，跟我的比起来。起来。Got it。好可爱哦、喔。漂亮，有没有？有成就感。哎、欸，很多土了。这里除了种植之外呢，也可以采收。然后我们今天要采收的有什么呢？地瓜叶。嗯，那我们怎么知道要怎么采啊？它这里不是有这个心吗？这个叶子已经比较黄了，开始黄白、啊。对，它比较黄了，对不对？筋也变白了。对， yeah. 然后它同样，它们长得不大一样，有没有？ Yeah. 有。有没有叶子不大一样？那、啊、所以说，我们就把比较嫩的地方捡起来。那回去我们再去、oh. 再去剥，再去整理。OK， 对，就是这样。请问你剪的会再长出来吗？会，你从尾端把它剪掉之后，它每一个芽点还会再长一根出来。还会再长。哦、oh, ，然后那一根又再长出去，所以它才会长这样子一大片。Yeah. 那到你可以再吃，再可以再可以收，两个多礼拜就可以了。两个礼拜，很快哎、欸，很快、欸，来不及吃哎、欸，很赶。真的、欸，地瓜叶很重要哎、欸，对，夸张哎。而且地瓜叶是非常有营养。哦、我们来试试看。哦、有一只瓜牛哎、欸，对，有瓜牛，它会咬人啊。我是怕把它断腰这样飞走，我很怕有伤害到。它飞到秋葵去了。对，飞去那边重点。他起来说：“哎、欸，怎么旁边都是秋葵了？”他不是刚在地瓜叶吗？他高空弹跳了。对，他应该是。然后有黄黄的地方，我们就不剪了。这里吧。这里。哇，你那个很漂亮。漂亮吗？对。好，学会剪地瓜叶了。如果说像现在是不是要种冬天的菜，我们就种菜。那如果说，等再过一阵子，差不多一个月后来的时候，它就是菜已经有了，那我们就会让游客他们可以来体验摘菜，然后也可以来做料理。对，就是以在地食材的方式，然后由产地到餐桌的概念，让他们从摘。到处理，然后到成一个料理这样子。现在呢，我们要割树皮吗？我们要先锯那个树干。树干。然后我们要取够树的树皮。哦。那不能直接取树皮哦。没办法，因为我们直接取那个树皮的时候，那个够树它还是一样会死掉。可是它够树它在生长的那个速度很快，嗯，我们就先把它取下来之后，它很快就会长出那个嫩芽。我来锯锯看。好，来，我来，可以吗？哇！然后呢？没有然后呢？没有然后。这里吓到我们大家。哇，它摸起来刺刺的耶。哎，很好锯耶。我锯完喽。你锯啊。我锯完了。太帅了、啊，太帅了！哇，我锯树哎！你太适合在森林生存了。我第一次锯树哎！你第一次？对。哎，我们要把那个不要的把它取掉，侧枝的地方我们就不要了。哦，侧要不要？对，这些都不要了。哎，这个不要了，来给你，我帮你剪看看。好，剪得掉吗？拜托哎，我最近有在稍微运动，跟这个完全没关系，完全没有。好哟，拿好了，去做树皮。我们会去先选那个够树的枝干，那我们就是先把它丢进去煮，煮一煮之后，那里边会加一点小苏打，
那小苏打是要软化它的纤维，煮大概两三个小时以后，我们再把它有一个很薄的外层皮，再把它刮掉，它外层那一个绿色的那一个部分，我们就是也可以把它全部刮掉。可是你这一张皮，它就是会完全白色的。那如果说我要给它花纹的话，我就是把那一个绿色的那一部分把它留着，它就会跑出非常漂亮的花纹出来。然后去锤的过程里边，要慢慢的锤它，从最中间，比如说这个树皮，我们从中间开始往两边锤，这个过程就是这样。好的，我们到最后的步骤了，这边做完就可以变成构树皮纸了。那我们现在啊，用这个，这个是软胶锤，对，胶锤，软胶锤，嘿，对，这个是胶锤哦。然后我们要先把这个边边有没有很小力的敲它，不是那个边边了，这边边，哦，是这里的边边哦。然后我们就一点点一点点的敲，这样子有没有？有，里面往外敲，哇，太用力真的会不小心，对。你看到这个是洞的地方有没有？对，洞的地方我们再给它这样敲的话，它就会洞就不见了，补满。对，那个洞就会结合在一起。哎，我们今天真的是穿越时空哎！我们是原始人的行程。真的？那我们要讲原始人的话，怎么讲？不不不不，要不要换石头？不要。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样子敲很疗愈？有，非常。拿着石头。原来他们以前穿衣服都这样子敲出来的。好，终于看一下我们的成品。哇，这个我可以知道以前的人做衣服好辛苦哦。然后构树的皮把它拿来变成构树纸，就像我们今天体验的这样子。那这个构树纸啊，我们又把它处理之后，它会就是有一点类似人工皮这样子，我们又把它结合到我们植物篮里边，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体验的哦。树林老师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说这两边的图案还是四面图案，它都会印在昂咕龟上面吗？你看哦，像我们今天这个啊，印的就是这个菇，然后这一边这个是桃，做寿的时候啊，啊还是就是做那个米菇那个啊，就可以用这个印。比如说我有马鸡咖啡色或是抹茶色，嗯，绿色的，我也可以用这个吗？都可以。那我用这个它算是昂咕龟吗？它就不叫昂咕龟，它叫绿咕龟。绿咕龟抹茶狗烂它就别的颜色嘛，抗议。粉红色叫昏昂咕龟。 OK， 对，昏昂咕龟，昏昂咕龟，粉红。 OK，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昂咕贵哦，就有在地特色，里边还有荔枝干，这里面有荔枝，然后把它烤成干，那是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那好吃的感觉，欢迎大家来植物仔坑吃啦，来吃，吃，来。What you don't know is, like today.We came back to Taichung, and I was like, Taichung, I go there all the time for the TV shows and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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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Oh, we're going to ea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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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But no, we came here, and even though it's still Taichung, but there's so many stories. There's so much history and culture outside of the city limits. And so I would highly recommend my friends to, if they ever get a chance to come to Taichung,It may be the first time they can go to the night markets and the big city, have fun, but I think the second time you really need to make Taiwanese friends. When you make these friends, come back with them and learn about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So I think if you come to Taichung, you gotta get out. You have to go get to know the locals. Become Taichung 人.